些事我都也忘了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妈妈问我今天怎会这么不开心。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的时尚就肯定给你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不穿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嘞，时间会给我答案。星期天我再一次寻找，还是没有找到。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称它为美丽之都。时间过得快哦，天就要黑了，我觉得我要走了。当我正要走的时候，看到一家专卖店，嘿呦，那不是我要的滑板鞋啊！我的滑板鞋最屌最屌最最屌。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滑板鞋，天黑都不耍黑怕，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四甩呀，这么贵的步伐，这么贵的步伐，这么贵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